一山哥打石红工地厅，十一法珍宝阁，山哥又更新宝宝了，他又打造了一只石红的工地厅，这样他一个人的工地厅就达到了四只，珍宝阁副战队再也不缺工地厅了。二雪山一天更新四只工地厅，本月福战以水雪山携带3000万战神出征，目标直指福战冠军。为了提升团队工地厅的数量，他们的老板集体更新，一天时间就打造了4只8技能工地厅，以水雪山的工地厅数量瞬间提升到了7只左右。三，本月大量3000万战神福战队，本月福战出现了大量3000万战神的战队，不过以水雪山和这些战队相比，在硬件方面拥有断层式的领先，他们依然是本月福战夺冠的大热门。四，普陀山感谢飞哥，本月福战当中有玩家发现普陀山福战队的宝宝全部叫感谢飞哥的名字，其实飞哥就是他们的狮驼岭老战指挥，和队友们感谢他一直以来对于团队的支持。五，珍宝阁线下打福战，本月福战珍宝阁携带1000万战神霸气出征，女儿村吕总做东特地邀请他们在深圳线下一起打 PK， 珍宝阁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